美好。有请表演者张鹤伦、郎鹤炎，掌声有请。商丘的观众很热情啊，谢谢谢谢。哎呦，谢谢啊，谢谢大伙儿，对，真是特别的开心啊，特别的激动，没错，这么多的朋友，哎，好嘞，听见了，哎，好，张鹤伦，哎，好，谢谢，哈哈。啊，行，好嘞，好嘞，哎哎，行行，哎，好好好好，哎，好好，挂了吧，挂了，我这打电话呢。您跟大伙不是一个频道啊？是是，大伙喊什么都有啊，咱能听出来啊。是是，有喊说什么爱你的啊？对，那边那还有一个大哥要喊生孩子的，是不是？这个声音很粗犷啊。大哥，咱俩谁生啊？我生，生不了。上个月的刀口刚好。您上个月什么刀口啊？哎，小朋友，哎，小朋友，回去吧，哎，回去吧，哎，回去吧。怎么你要现形啊？你我吓唬吓唬他啊！这个今天来了好多的朋友啊，嗯，这是楼上楼下，包括地下室的朋友。对，没有，地下室的就是您的朋友，不是我们的朋友。有。啊，都是咱的朋友，别攒攒在这儿，土地，土地，出来，出来，大圣，《西游记》没看过吗？看过，没看过这样的土地。哎呀，今天来特别的开心，嗯，也特别的激动。是啊，有的朋友呢，可能对我们还不太了解。有新来的朋友，上台呢，先简单的做个自我的介绍。哦，您还得说说，哎，好坏啊，都得知道台上这两位是谁。哎，毕竟是第四年才来的商丘。介绍一下啊，我叫张鹤伦，哎，德云社的一名小学生，平常说完都有掌声的。今天还得让我提醒你们，您这看谁来的不知道吗？再来一遍，我叫张鹤伦。好像掺杂着些许的吁声啊。不是，他们是叫好的那种声音，是吗？不是，我叫张鹤伦。哦，原来这是叫好的声音。你们是不是走错了？这不写的张鹤伦吗？郎鹤炎，不认识，不认识，不喜欢，喜欢谁？郎鹤炎，喜欢。哎呦，谢谢大家，谢谢谢谢，喜欢这个货。哎呦喂，好，我听一听啊，他叫郎鹤炎。哦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这才是欢呼的声音呢。哎，好，你好啊！你们真的喜欢他吗？嗯，就喜欢他。对，不喜欢我。是啊，他现在在我手里没有一百万我的撕票。你撑着点。总统，他们听见了，我听见了，他们说撕。也不知道你们是哪波的。没有关系，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莫强求。哦，也罢。你叫我干嘛？我哪句话是叫你呀？你刚才说的吗？闻言也罢。管管管管管管什么管？不是大，咱这聊天呢，没有必要啊，就把这个档次一下就拉低了很多。我是一个高尚的人，您呐，您可以了，纯粹的人，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，臭不要脸的人。谁说臭不要脸的？给我站起来！我跟人说的挺对的，你太勇敢了。刚才那孩子是不是你家的？好，你们父子爷俩一块儿来，来，儿子上。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那父子爷俩跟他们 PK。没听说过，你一人去吧啊！怎么这会儿你不尽点孝道了？我尽什么孝道？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人大伙喜欢我，不喜欢你，你去就去吧。他们真的喜欢你吗？你们了解他吗？了解。
多重？一百二。二百五。谁说的呀？他一米三几？一米八三。一米三二。我跟那李小乔差不了多少，是吧？哎呦，从你这个角度上，就感觉桌子上摆一个丸子。大家都是用仰视的角度看，没有必要这样啊！哎呀，都是说普通的相声演员，没什么名气，没有必要这么欺负我。嗯，老老实现在有点名气了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也不要这么黏黏自喜的黏，应该是沾沾自喜吧，老师。哎呦，你个知道个成语，你个骄傲的样子，那是成语吗？这不成语吗？行了，不要抠我痣眼了。您说您这嘴怎么说话说不利索了都？就是说啊，现在有点粉丝了啊，有点名气了，挺难得的。郎鹤炎现在在德云社捧哏演员当中，人家也算是激励鹤群的这么一位。别的，我太憋屈了。激励鹤群看不见呢，夸你呢？夸我能是激励鹤群吗？是什么？那得是鹤立鸡群啊！你自己多高的个头心里没数吗？我给你一高跷踩着好不好啊？那到这儿老垫着脚跟儿啊！您不是鹤字科的吗？我是鹤字科的。郎鹤炎每个字儿当中啊都有个鹤，对呀，咱艺名里都有鹤。所以说嘛，你激励鹤群，你不属鸡的吗？哎，您说的都不挨着。属鸡的今年是本命年。谁今年本命年？今年不秃子年吗？你别说这个了就啊，今年我不是本命年，属鸡的是不行。属鸡的多大了？属鸡的今年我八一年生人，四十二。四十二岁了。对，跟大家说一说有什么长寿的秘诀吗？我长寿的秘诀就是给儿子捧哏。别乐啊，这不是包袱的。不是，你回家看看，你们家有一米七以上的基因吗？你随你母亲的基因，你多多少少沾点那个霍比特人的血统。没听说过，我们就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啊。哎，你真说在台上这么说，你把我气死了，你说你怎么办？那你死一个看看。我要死了你成孤儿了。这包袱挺好的，下回别用了。有意思吗？啊，没有这么表演。对不对呀、啊？你不在了，我照样表演。你说单口啊？单口怎么了？你会吗？你还单口？你瞧你这模样，来一个，来一个，单根的。难难难，道德悬，不对知音不可谈，对了知音谈几句，不对知音枉费舌尖。大伙儿都会。我跟你说，就会这么几句，耳熟。他写在他们家户口本上，出门之前就得背背。难难难，道德悬。他们家户口本，谁户口本上写这个呀？你家祖训不难难难，道德悬吗？我们家祖训太难了，说这个。就是，就会这么一段，打小你胎里边你就天天背这么几句。道德三皇五帝，功名夏侯商周；五霸七雄傲春秋，顷刻兴亡过手。青史几行名姓，北邙无数荒丘。前人播种，后人收，说是龙争虎斗。这段是写在他身份证上，天天出门都得看看。不是，这比刚才那字儿还多。就会这么两段，你跟他显摆什么呀？再来一个。他会个六啊！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他不会装进去，我在台上都是自爆了。先说清楚谁自爆了。你也扑了炸一地肥肠。那我要说出来了，你是不是准备谢罪于天下、啊、今天你要会，今天我就死这儿。哦，这话是真的。我听听。好好好，大将生来胆气豪，腰横胸直。非得让我死这儿吗？废话，谁说的动不动我这一地肥肠。这都会，相声演员都会，你何必显摆这个呢？这不是您逼迫我说的这个吗？我对呀、啊，我是你逼迫你吗？是你自己显摆？不是自己显摆，他说的把我叫。相声演员谁都会的定场诗，谁都会。哎呦，你来一个，不是应该最后敲吗？我先敲，我看看这个是不是假的。这还用你敲啊？金山竹影几千秋，云锁高飞水自流，万里长江飘雨带，一轮银月滚金球。远自湖北三千里，近到江南十六州，美景一时观不透，天缘有份画中游。你看，
观众也有会的，我来的不会的。好啊好啊，天为罗盖，地为毯，日月星辰伴我眠。什么人撒下名利网，富贵贫贱不一般。也有骑马与坐轿，也有推车把担担。骑马坐轿修来的府，推车担担并甘然。骏马驮着痴呆的汉，美妇人常伴卓夫眠。八十老翁门前站，三岁顽童染黄泉。不是老天不睁眼，善恶到头这报应循环。说的比你都早。循环这俩字应该我说，那关键你没说呀。来一个他们不会，又来一他们不会的。终是关羽断了刀，从此再无回首掏。哎，这他们不会、啊。回首掏。终是貂蝉出了轨，吕布董卓互相怼。终是猴子丢了棒，紫霞牛魔上了炕。终是达摩剃了头，从此不再又飘柔。就您这个，那我也能来一句，来呀、啊！终是利民退了社，从此名字不带贺。哦、你这都不捏着，你怎么说话呢？这都不捏着，怎么就不捏着了？跟我这是定场诗，你这哪有那名字退了社干嘛呀？那不也是定场诗吗？这个不捏着，捏着，这是文化的显露。谁呀？哎。这说定场诗就叫有文化了。对了，文化就是比你强，也强不多啊，就强那么一捏。现在这都是他的冠名词了，怎么您比我还强呢？对，你什么学问？我大学毕业呀。大学因为什么呀？因为什么呀？学分修够了，我都一时语塞了。我毕业什么叫因为什么呀？对呀、啊，德顺有几个大学毕业的？你是因为什么呀？我是想救赎你们啊！因为什么？对，不是你哪个大学的你？我北京工业大学呀、啊。对，哎呦喂，都知道，知道啊？对，都知道。他是清华的落榜生。这个不是，你别老提我清华那事。考清华没考上啊？当年考清华是失之交臂。啊，这说的倒对，对不对？嗯、考清华是差了620分，然后就失之。我是大傻了，你别这么高调，我是大傻子。自我介绍啊？不是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傻子。你看我们俩谁像自我介绍呢？这是，我这反问我大傻子啊。不是，这点不需要捧人，你知道吗 ？Yes, it is。谁是 it 呀？你告诉我 ，He is。那是动物才说 it 的，第三人在说 it 的。您别胡说八道啊！我是没考上清华，但是我大学毕业。考清华我知道，现在没考上清华、啊，但是报考了自己理想的学府吗？我报的第二志愿，蓝翔技校。对，那学的是挖掘机专业。我，你先等会儿吧。挖掘机我们都知道，就一个沟，你俩。这什么意思？这个双学位，双学位，这哪有双学位的呀？硕本连读，硕本连读就干谁挖的多是怎么着？别胡说八道了，不是。那就是你刚才说那叫什么？北京工业大学。北京工业大学。Beijing Biology University。哇！哎呀，不就是北京 school 吗？你别胡说八道啊！北京 school 只能是初中和高中，大学有综合大学 University。还有大专院校 college， 我知道，我没瞧不起你。你看他这鸡奔碎米的样子，你瞧得起谁呀、啊？你我瞧不起你了吗？我说我瞧不起你了吗？别鞠躬了啊！你压根就没瞧得起我。这大学有什么了不起的呀？我没说了不起呀、啊，你不能瞧不起人家。我也是285 B， 你别这样说。285是什么？你286啊，差不多。不是那个大学九幺，98。211985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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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我要不说出来，他能难为一辈子。我瞧不起你了吗？啊，你瞧不起，你没瞧不起我。我跟你说，大清华北大瞧不上，是人瞧不上你吧？你够不着。我国外，国外，你听听这普通话。国外的啊，您哪个大学呀？摔，什么？摔一摔。你又不是马桶，我踹你干什么呀？呲哇踹！你们这拼音都跟岳云鹏学的似的，跟岳云鹏那个鬼嘴学什么呢？鬼嘴，鬼嘴，
丢，在河南这么说他不好吧？没事，他们会圈他的啊。您哪一本？快让我猜啊！国外上的大学，对，哟，那您猜牛津？牛津不对，嚼不动。嚼不动，那牛蹄筋儿嚼不动，知识那里边的知识我嚼不动，哦，消化吸收不了。对了，哦，牛津不是，剑桥不是，修路都不修。你应该去那双学位那地儿看看。不是剑桥修路，这是一大的事儿吗？我不是这个土木工程的，还知道这个？那您是耶鲁？耶怎么你噎着了是怎么着？不是你噎着，你不是噎着是吧？我不是，我给你讲那个费城七六人。哟，那咱拉了手了。你是洛杉矶湖人。你把人打篮球来了。哎呦，那什么，那个您哪普罗米修斯？普罗米修斯，你是那靶子的，他天天射箭射你。不是那个菲尔普，那个菲尔普斯游泳出来的。国外那大学，国外哪个呀？就是我跟那个比尔盖子，我们一块儿。谁？比尔盖子。你先看看你的波棱盖子吧。波棱盖子。比尔盖茨。比尔盖子，霍金，还乔布斯。我，不是这人名怎么念出来这么水呢？这。比尔盖茨、霍金、乔布斯，哎，你这，我国外发音讲究，我伦敦腔。哦，伦敦腔就是霍金。霍金，我的盖子，我听着像面筋，我是。霍金面筋，怎么跟着歪不挨着？哦，你跟霍金、跟乔布斯，对，我们都一块儿。你怎么跟俩死鬼一块儿呢？我教他们呢。你教他们去死了？教他们学中文。你净来这个，你教人两位学中文。对，中文博大精深，我教他们啊。他们学吗？他们学不会，所以说一气之下过去了。这不还是您几个的吗？这自信。哦。他们自信心太强了。是。对。就跟比尔盖茨。哎呦喂，教他们啊！您学术交流，什么叫知乎者也，语言哉？哦。考他们。哦，这都是文言了。当然了。哦。尔等不晓得。尔等不明博，啊，说我不明白，不明博啊！尔等知道个六，废话，我六对的，我能不知道六吗？这都跟那尔知乎者哪个有文化，这动不动就知道六的？哎呦，学过吗？上学的时候这些个？你上过什么学呀？哎呦，你不二年级就考串了吗？谁考串？你呀、啊？没有。有一年级不是就是啊，我扎死你信吗？你看他拿什么都当签子用，你看学过啊，对不对？哎，来一个啊，来一个什么呀？来一串，听过吗？听过，唧唧复唧唧，我这木兰词，这不用说，出师表啊，这我们也都背过，卖炭翁啊，这对卖炭翁他得熟。因为他烤串他老得去进炭去，对吧？人家那块儿那炭火怎么样啊？那有没有可燃炭呢、啊？什么的，这个他哎，烟儿炭呀、啊？你有点看人低了，你知道吗？看人低了，对，你这怎么说话呢？你这你眼睛有点看人低，咱俩谁眼神不好使？你心里没数吗？学问在这摆着呢，学问有什么个学问？未曾清贫难成人。不经打击老天真，自古英雄出炼狱，从来富贵入凡尘。逢人且说三分话，不可全抛一片心。家有反哺之意，扬之贵辱之恩，岂可尽如人意，但求无愧于心。街头乞丐常有悲悯之意，府中帝王最忌妇人之仁。俯身瞧花间风追蝶影，抬眼望天下灿烂星辰。小有小宇宙，大有大乾坤，不求人人得到，但求得到人人。好，这还真不错。哎，这是不是你爸你妈都写在结婚证上了？每天拿起来读起来看。哎，老伴儿你看咱能耐知道吗？这叫能耐。上大学你能学这个吗？这死记硬背的就不叫能耐。哎，这里边没有别的，全是下坠。诗词歌赋，没有，经师子集，就学庸论梦，这里边全都有啊。对了，我家伙的，能看不出来吗？我这就看不出来啊。看不出来没关系。怎么样呢？哎，
能摸出来。哦，您这看不出来，倒能摸出来。对了，嘿，今天让你摸一回。那我还真是是免费，还不花钱。对，让你触碰一下我的肉感。不是，我就想摸摸您的穴了，我今儿算抄上了。行，哎，摸着了吗？我还真摸着了。什么？骸骨。骸骨像话吗？可不是，您这一轮一轮的吗？一轮的，那是一本一本的，精装的。硬壳的啊！哟，那我仔细再摸摸吧。这什么？哎，三国？没有啊？水浒？没有。西游？没有。西游买？红楼？四大名著没有。五经？没有。不对，没有。四书？没有。不对啊。我摸着你的脉搏了，你的脉搏的震动，感觉你摸到四叔了。我没摸着，我再就你再摸摸四叔，我，你好好摸摸四叔，四叔愿意让你摸，四叔最近胖啊，你都摸着四叔的脂肪肝了。我没摸到四叔，摸到什么了？孙子。像话吗？你像话吗？像话吗？什么叫孙子？孙子兵法。哦，兵法在这边。你先别来这套了。孙子兵法，这边孙子，这边兵法啊，五经四书都一套的。您这不还是擂台吗？这是，这能耐都在这里呢。这没用啊，我们看不见，摸也摸不着，您给我们展示出来。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，热热乎乎的，我一会儿。这怎么是说着说着热热乎乎的，一会儿全给你。我也不要那东西啊。展示出来，活学活用，那算有文化水平。你说出题吧，我出题啊，咱来了一个文字游戏吧，开始好吧。啥套路？有硅胶？有毛病吧？你刚才干嘛呢？蚊子吗？蚊子游戏，有这蚊子。呀，这边也有。文字游戏，文学汉字之游戏，不是那个，那个蚊子。我的个天哪！你赶紧把土地叫出来，给你收回去吧。你刚才这抽像绿豆蝇。绿豆蝇是这声吗？嗯，绿豆蝇是，蚊子是，不是你这是发福的绿豆蝇。你别管发不发福，我就跟您说，这跟动物没关系，这是文学水平的展示，明白了吗？哎呀，文学水平嘛。那咱来这一回词语接龙。词语接龙什么意思啊？比如说我说这么一个词一个词语，你把它自头咬自尾，顶针续麻的衔接，最后接到十分美好上。这个太手艺了，哥。这小朋友都玩这个，不就是成语接龙吗？啊，对，这可不简单。哎呦喂，随便说一个字、哎、接到哪个词上？十分美好，十分美好。哎，就看你刚才那文学程度啊，在国外跟什么盖子、霍金、乔布斯一块儿的。对对，我们一块儿。我呀，我给你降低点难度。什么？削降低点。你可以音同字不同。哎呦，多余了。行，那就不降低了。哎，降低也可以。哎。他倒挺随和，可以。我跟你说，不就是举个例子来说？哎，得打个比方。张可伦的张啊，接到十分美好上，对不对？哎，对，你能接上吗？张冠李戴，是不是？好、啊，从这个姓张上啊。对，那你就得从戴往后接。戴罪立功，是不是？哎，没错。公，公私分明，都是好词儿。名，名副其实，十分美好。好，哎。哎，这像是不是这样？哎，就是这意思。哎，真不错。哎，哎，这不浪费时间吗？你先等会儿，你摇头晃脑的。那说我名字呢？是吗？狼啊，狼心狗肺。到我这儿就没好词儿了。行，那我认了。你说肺，废寝忘食，十分美好。哎，还行啊。哎，这干嘛说我名字就从姓儿开始啊？严呢？狼和严的严，你能说吗？言啊，言过其实，十分美好。哟呵，我看这有点难不住你了。傻子，你是把刚才发福那苍蝇吃了是吗？不是，嘲笑你。你嘲笑我，嘲不着。你个小胖子，不管我胖不胖。
咱再来一回，给你削削的提高点难度，哈，削削的提高那么一奶奶的难度。我没说一奶奶，我帮你说，给你提高那么一奶奶的难度。好，好吧，咱让现场的观众朋友们，哎，商丘的父老乡亲们，给你提字儿，你给我接到十分美好上。您的意思让随便找出一位观众来，哎，提一个字儿，对，我给他接到十分美好上，行不行？不行，我也。怎么不行啊？万一接不上来，好丢脸呢。丢的也不是我们的脸呢，丢的我的脸跟你一样，没有关系。是说狼和爷一个，你连豆哥那人都，你要把腿露出来，你就吓尿了。啊，说着我这是没个头，我还没腿啊，你甭管，咱就得这回来一回了。真的这样吗？必须这样，好不好，各位？好。你要舍得死，我就舍得埋。我指不定谁完蛋呢。来，朋友们。咱给他提的，不用举手，随便说，畅所欲言。马大成功啊！咚！哎呦，来吧！什么？我刚才听见那位说咚咚咚咚，谁提的？你别管，第六排那胖子，我站起来。好好，坐下，坐下，坐下。商丘的朋友太可爱了。对，说站起来，站起来。刚才那个都站起来。哎，你刚才说串台了，你管人家的。咣咣，嗯，咣的一声。我您这词儿太水了啊！说没说上来？哎，行行行，算说上来了。生呢？生不逢时，时十分美好。哎呦哎，拦不住我的。好，来这边的朋友。商丘的商，啊，一奶奶的奶，来吧，这第六排胖子又坐前面来了。奶，呢乌啊奶，你这怎么拼出来的？我愿意，揣苏啊揣，奶呢乌啊奶，你还说前面干嘛呀？奶，奶的一声，这奶的一声是什么字？哎，生不逢时，十分美好。我太有才华了。好，来这边的朋友。啊？耍耍耍，好，吃瓦耍，吃瓦耍。对，我都替你拼出来了。耍的一声，生不逢时，十分。美好啊！给自己打个满分，有意思吗？我觉得不错呀、啊。你什么什么什么都一声，咱能说到夜里十二点的，你知道吗？刚才那耍字可以，但是不能说耍的一声了。你要耍的一声，今儿就是你张鹤伦的一生。啊！我让你的全传写在商丘。说一声什么什么字？什么字？耍耍耍两声也行。耍的两声，你倒好聪明啊你！你这可以了啊，美的你两声也不行，三声，有意思吗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，n 声都不行。耍耍耍了吧唧，耍了吧唧的，哎，有这词儿。行行，耍了吧唧，耍了吧唧，你跟傻了吧唧差不多。说什么呢？这你别来这套啊！耍了吧唧，耍了吧唧鸡，鸡的一声。谁跟你握手？谁跟你握手啊？啊！你再这样，你就把命交给我啊！鸡飞蛋打，好，好，打，打的一声吗？那我就打的一声，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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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死你。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我就想说，啊，你，你必须死！这么让我两回了啊！死！哎，死者为大。我用你这么说我吗？大，大爱无疆。啊，这词儿还行。疆，将心比心。嗯，心，心心相印。印，印贼，印贼作父。父父相伤害，害呢？害想咋地？你活动。再
什么？我就听认贼作父，怎么印贼作父呢？我们东北人都这么说，印贼作父啊，我互相伤害的，还想咋的？行行行，没毛病，东北口音嘛啊，东北人都还想咋地？对，滴滴滴打车，哎呦我天，车车水马龙，嗯，龙容光焕发，哎呀，这车水马龙龙。对，他还印贼作父呢，容光焕发，发发扬光大，大大大泡泡糖，你这糖尿病好不了了，糖糖衣炮弹，弹弹尽粮绝，绝绝地逢生，生生不逢时，十分美好。不容易，我从这儿干的脑门上汗都出来了。这里边太热了。好好好，咱们再来一个字，他已经快不行了啊，这智商已经快爆炸了。谁说的？他刚开启。商丘的商，太好了。商丘的商，商商的一生吗？要不要商量商量你的人生？商啊，商丘，行吗？行吗？你问谁呢？啊，秋，还得说商丘这一个词儿、哦。我以为你还有呢，商丘可以秋啊。秋风落叶，嗯，叶。兄弟，我让你拍照来了，不是叶，这一个歌，什么歌？张杰的歌。想问天，你在哪里？我想问问我自己，放弃所有，抛下所有，让我漂泊在无尽的夜空里。你也不必牵强再说爱我，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掉落，慢慢的。哎，咱说什么字儿来着？我就看你陶醉到什么时候。耶！这不是张杰的，有这歌，齐秦的歌是吗？对。哦，我听张杰唱的，是他是翻唱。耶！那还是耶呀。夜黑风高，高高深莫测。好词儿，厕厕所在哪儿？出门右转。嗯，哪儿？哪儿有厕所？就这么着急吗？啊，对啊，锁锁里有人。哦，有人呢，怎么办呢？人满为患。哦，还都满了，换呢？换间厕所。我说你怎么来回走呢？现在啊，锁又是锁，锁里又有人。人呢？人又满为患。咱离开那儿好不好、啊？说了吗？我说了废话，你不说也这个。人定胜天。哦，好好，天天，天涯海角。好词儿，角。狡兔死。什么？狡兔死是什么？走狗烹，没听过吗？那不直接兔死狗烹就完了吗？还狡兔死走狗烹，还显得你有那么一捏捏的学问。对，他狡兔死。走狗烹，烹烹饪技术啊，好树，树大招风，嗯，好词儿，风，风起云涌，嗯，不错，涌，涌入云霄，涌入云霄，霄，销声匿迹，真不错，迹迹往开来，好词儿，来，来，知能战。知能胜，嗯，胜，胜利锣鼓，鼓，古往今来，来，来，又是来，又说过了，啊、来，龙去脉，脉，脉脉相承，承，承上启下，下，下回再来，还是来，来这儿旅游，游，来商丘旅游，真好，对。来这儿旅游，商丘古城啊，游，游人止步。哎，怎么不让进去了？不许动手，
你是不是偷人东西了？手手到擒来，来还是来？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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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姑娘就会来伴我的琴声。悠扬的诗，不是没日子唱，我愿意唱，唱也能接上来。那你接生，生生老病死，死死去活来，漂亮。来吧，这来者不善，善呢？善者不来。这伤字提得太好了。来来来日方长，长长生不老，老老当益壮，壮壮志凌云，云云开日出，出出生牛犊不怕虎，虎虎踞龙盘，盘盘根错节，节节足先登，登登峰造极，极集思广益，益意志更坚，坚坚如磐石，石十分美好。说出来了。